观世界，看中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环宇天下。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祝各位节日快乐。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法国政府计划在不到六年内进行第三次失业保险改革。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于上星期三宣布，他打算再次收紧该制度的规定。在政府首脑提出的各种可能措施当中，包括将失业金领取期进一步减少数月，但不低于12个月。总理解释说，这项改革措施的目标不是对个人或失业者采取行动，而是要改变一个制度，以更多的鼓励就业复苏。这一声明引起了工会和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对这一新改革持赞成态度，并在3月17号发表的周日报采访中表示，法国制度的慷慨导致了一个代价高昂的结果，那就是法国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其主要经济伙伴。但是失业金领取期的缩短是否真的对就业复苏产生了积极影响呢？在一些与法国经济相似的国家进行的调研表明，失业金领取期的缩短确实可以促进失业率的更快下降。瑞典政府2011年的一份关于福利国家和就业的报告指出，根据在北美和欧洲进行的研究，在福利金到期前夕，失业率会迅速下降。同一份文件还指出，延长失业金领取期甚至可能会对就业产生显著的阻碍效应。一份2013年由法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当失业金领取期从7个月延长至15个月时，就业率下降了28%。然而，对于这些科学研究结果，就业和劳动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家克莱尔·维维斯建议持谨慎态度。这些研究是关于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其中就业制度和失业金特征不同。此外，更快的就业回归并不意味着找到高质量的工作。瑞典政府的文件指出，较高的失业率可能与较低质量的工作相关联，这会导致重新陷入失业的可能性更大。经济学家勒卡尔证实，关于失业金领取期缩短的研究表明，这项措施会促使失业者转向更不稳定的工作，如临时工或临时任务，收入会更低，导致失业和就业之间的频繁往返。这显然不是改革的目标，其目标是朝着高质量的充分就业迈进。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日前表示，美国巴尔的摩市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垮塌将对美国多个行业的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大桥于当地时间3月26号1:30左右被集装箱船达利号撞倒，达利号在撞击前一刻发出求救信号，随后发生动力故障。马里兰州州长维斯特利·瓦滕德·奥马尔·穆尔说，巴尔的摩港对美国各州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该港口处理的汽车、重型卡车和农业设备比美国任何其他港口都要多。马里兰港务局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该港口的汽车和轻型卡车吞吐量至少超过80万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长约 2.6 公里，年交通量约为1150万辆。大桥坍塌后，巴尔的摩港附近的海上交通陷入停顿，港口暂时关闭。经济学家预测，随着巴尔的摩港航运和海上交通的停滞，美国人将感受到杂货、汽油和其他商品价格的通胀压力。据《华盛顿日报》报道，巴尔的摩港以运输煤炭、蔗糖以及拖拉机和起重机等特种设备而闻名。大桥的垮塌可能会给东海岸的航运带来数月的混乱。数据显示，关闭的巴尔的摩港一个月将给马里兰州造成28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泰国司法部长塔威13号说，正在服刑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将获得假释。塔威当天在总理府参加内阁会议前向媒体透露，本月共有930名服刑人员获得假释批准，他信是其中之一。批准他信获假释的理由是，他已年过70岁，患有严重疾病，且服刑时间超过6个月。另据泰国媒体报道，预计他信将在近日获释。他信现年74岁，2001年至2006年担任泰国总理。2006年遭军方政变被推翻之后，除2008年短暂回国之外，他信长期流亡海外。他信在彩票舞弊案及银行违规贷款等案件中被控贪污。2023年8月，他信结束多年流亡生涯，回到泰国，随即被警方逮捕。根据泰国最高法院裁定，他信的3项罪名成立，并获刑8年。因健康原因，他信于服刑第二天被转至医院接受治疗。泰国国王在去年9月特赦他信，将其刑期减至1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首次超过火电，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中国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和生物智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经累计达到14.5亿千瓦，全国总发电能力达到约29亿千瓦，同比增长12.9%。
中国国家能源局称，在国家加快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努力下，这两种能源的发电能力合计已经超过10亿千瓦，在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中保持了主要份额。数据显示，2023年可再生能源已经累计发电31000瓦时，占全国总用电量的1/3，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占总用电量的15%以上。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还可以登录欧洲卫视网站，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主页。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